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veganvv.com 网站。我们正在连续推出像这样免费的素食食谱。在我们的网站上，您可以同时看到多家素食餐厅和他们的一些餐品，还有更多的素食餐厅将上线。素食人群开始把他们自己的素食经历发表在 veganvv.com 上面。我们希望这些信息既增加了您吃素的信心，又为您提供了足够的方法去吃素。吃素将使您自己受益，使我们周围的环境受益，吃素也会让我们的大地母亲受益。祝您在探索素食世界的过程中乐在其中。我们现在来做偏口面包粉豆腐西红柿汉堡包。做这款汉堡包所使用的食材非常有营养。豆腐是大豆制品，食用豆腐有许多健康益处。豆腐可以补钙，豆腐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，豆腐可以补充蛋白质，豆腐还可以补充雌激素，食用豆腐可以促进脑部发育，豆腐可以预防癌症，它们可以降低患乳腺癌的几率。豆腐是大豆做的吗？非常正确。蛋白质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们是由称为氨基酸的化学积木搭起来的。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基本单元，氨基酸构建和修复我们的肌肉骨骼，并且制造激素和酶，它们也是身体的能量。必需氨基酸是我们的身体本身无法合成的氨基酸，我们必须通过饮食摄取它们。一共有九种必需氨基酸，它们是组氨酸、异亮氨酸、亮氨酸、赖氨酸、蛋氨酸、苯丙氨酸、苏氨酸、色氨酸和缬氨酸。大豆是含全部九种必需氨基酸的三种植物之一。大豆提供的是完整的蛋白质。西红柿具有多种健康益处，它们可以预防诸如肺癌、胃癌或前列腺癌等多种癌症。西红柿可以预防胰腺、结肠、喉咙、口腔、乳房和子宫颈的疾病。西红柿帮助控制胆固醇和血压，它们可以促进心脏健康。西红柿也可以保护眼睛健康，西红柿对哮喘和肺气肿有帮助。西红柿可以降低患中风的风险，它们可以治疗牙龈疾病。西红柿还可以从身体内部保护您免受阳光照射的损伤。多谷物面包，英文叫 multigrain bread， 也称为杂粮面包。如果多谷物面包100%都使用谷物进行制备，那么食用它们有许多健康益处，例如它们可以降低患心脏病、异型糖尿病、肥胖症和某些癌症的风险。多吃全谷物是一种让饮食更健康的简单方法。它们可以改善肠道和结肠的健康。糯米和由糯米研磨制成的磨粉糯米粉有不少的健康益处。糯米有助于预防慢性疾病，糯米可以减少糖尿病，糯米可有助于治疗炎症，它们可提高骨密度。糯米可以改善心脏健康，糯米会促进新陈代谢。让我们开始好吗？这个配方是做四个汉堡包的。我们需要四块老豆腐，也叫北豆腐、常规豆腐，一板900克的老豆腐，
一共有12块，我们只要4块就够了。这种老豆腐大超市和亚洲超市都可以买到，一板豆腐5澳元。一个西红柿坐在汉堡饼里面，一个做填充蔬菜，一共需要2个西红柿，每个西红柿大概150克。一个桌匙是15毫升，我们需要一个半桌匙的普通面粉，就是低筋面粉。一杯是250毫升，我们需要半杯糯米粉。大超市 Wawa's、Coles 都可以买到糯米粉。这包500克包装的，我花了1.3元。我们还需要3个桌匙的偏口面包粉。偏口面包粉是纯素面包粉，不含牛奶和鸡蛋。这包250克的，2澳元。我使用新鲜的多谷物面包做汉堡面包，这包6个装的，2澳元。配料来说，我用了半茶匙的盐，一茶匙是5毫升，1/4茶匙的糖，半茶匙的油放在汉堡饼里面，一茶匙用来烹调。汉堡包的填充蔬菜，我使用西红柿、长叶生菜，还有甜菜根。我用这个225克罐头的即食甜菜根，一个罐头1.2元。对于这个食谱，纯素蛋黄酱 Vegan Mayonnaise 非常合适做铺垫和汉堡酱。 Coles 有一个非常好的纯素蛋黄酱产品，这瓶445克的，我花了4澳元。我会把制作这款汉堡包要用的所有的酱啊、蔬菜啊都先从冰箱里拿出来，汉堡包的温度合适才好吃。用冰的酱或者冰的蔬菜做不出高品质的汉堡包。做高质量的汉堡包最好用热的面包。加热面包有3种方法，我就不具体说了。在 VeganVV 网站的首页，另外有一个怎么加热面包的单独的视频。如果您采取烤箱法的话，您最好现在就开始预热烤箱。我更喜欢微波炉法。您可以在这个食谱的最后观看怎么使用 veganvv.com 中文版的指南。在开始烹调之前，我都会去检查一下菜刀是不是够锋利。在切菜的时候，刀如果是钝的，很容易滑向我没有注意的方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会很容易切到手。谢谢你，小牛。把偏口面包粉倒到盘子里，把2个西红柿洗一下，长叶生菜洗一下，用厚纸巾吸干水分。我把老豆腐直接从包装里面一块一块拿出来。虽然是老豆腐，毕竟是豆腐，是软的。我把水龙头开得很小来洗豆腐。不需要把豆腐弄干，直接把它们放到大碗里就可以了。这个大碗我等一下在里面做汉堡饼。2个西红柿，一个我把它切片，拨刃刀用来切西红柿很好用。这个西红柿切片切好了，现在填充蔬菜、西红柿和生菜都准备好了。另外一个西红柿和切片剩下的，我把它们都切成丁。这些西红柿丁要用到汉堡饼里面。把西红柿丁放到大碗里面，它们很漂亮耶。
放入半茶匙的盐，四分之一茶匙的糖，挤一点油进去，约半茶匙。把材料和配料混合在一起，现在加上一个半桌匙的普通面粉，混合均匀。我先加一半的糯米粉，半杯糯米粉的配方我先加一半，用手把它们拌均匀了。这样做面粉和糯米粉可以充分吸收食材。加入剩下的糯米粉，最后再把它们拌匀。好，非常好，把它们均匀分成四个等份。我使用平底锅和弯的铲子来烹调汉堡饼，弯铲在平底锅里容易操作。先把火打开，挤一些油。我现在开始把汉堡饼做成形，准备好的面包粉盆子放旁边。我已经洗过手，而且把手弄湿了。把它先搓成球，然后按压下去，平摊在面包粉盆子里，粘上面包粉，一路都要轻手轻脚的。只要您搞明白，做素食其实很容易，而且它们很好吃。veganvivi.com 上有很多素食食谱的视频，我相信您很快会搞明白。平底锅里的油已经热了，我先关火，把汉堡饼放进去。我一边做汉堡饼，一边把它们放进去。现在可以开火了，先烧一会儿，然后加些油进去，来控制油温。灶台不同，平底锅不同，炉火的大小也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您的灶台是煤气灶或者热得比较快的，您可能需要调到中温，让油在锅里流动一下。我的灶台两分钟以后，我把火调下来。这个灶台四分钟可以翻面了。让油在锅里流动一下，豆腐和西红柿都是很快熟的食材，在把它们煮熟的时候，我要它们的表面也是金黄色的。翻面后，我先把火调高，两分钟后我再把火调下来。材料、配料、烹调的步骤您都不需要写下来，这款食谱和其他食谱在 veganvivi 的网站上都可以找到。我使用微波炉法来热我的面包，我现在可以开始热面包了。用我的灶台翻面四分钟后关火，我仍旧把汉堡饼留在平底锅里，同时加热面包做汉堡包。这个面包是用微波炉法热的，又软又热。我发现 Wavy Edge Knife 就是波刃刀，刀的切边是波浪形的，切面包比较好。
用纯素蛋黄酱，也叫纯素美乃滋来打底。西红柿是蔬菜的第一层，甜菜根是第二层。我们的明星汉堡饼铺第三层，汉堡饼上面涂些纯素美乃滋，再放些生的蔬菜，西红柿和长叶生菜，再添一些奶油味，我等会就告诉您味道怎么样。好了，漂亮的 panko 面包粉豆腐西红柿汉堡包做好了。面包粉包在豆腐上的感觉好极了，西红柿不但在汉堡饼里面，西红柿片和甜菜根作为填充蔬菜，从新鲜而又带点微酸的角度来注视香喷喷的面包粉，奶油味十足的美乃滋使面包粉更加好吃了。奶油味和豆腐放在一起，口感不但不冲突，而且非常好。看到这个汉堡包，我的视觉已经享受了一半了。吃了之后，我可能很快就要去做同样风格的汉堡包了。做素是创造力的体现，配上米饭，我可以用中式吃法享用它们。配上健康的三色藜麦糙米饭，我把汉堡包配上玉米胡萝卜汤。这款汤的做法，您可以在 VeganVV 的网站上面找到。这是有关如何使用 veganvv.com 的快速指南，希望这个指南能够帮到您迅速找到您的需要。 veganvv 把植物分为四类，蔬菜、水果、五谷杂粮、干货。在这四个页面里面，您即使不知道这个植物的名字，您还是可以通过图片找到它们。通过电脑鼠标的移动或者手机上移动手指，植物的图片会出现。找到您想找的植物以后，点击它的名字，这种植物专门的一页会跳出，每个植物页面都提供有关这种植物的营养益处，并且列出了所有食用该植物的食谱。例如到干货选大豆，点击大豆以后，大豆页面出来了。在大豆页面里，您可以找到大豆的健康益处，您也可以找到所有使用大豆的食谱，选任何一个您喜欢的食谱。让我们选一个芒果豆奶昔，芒果豆奶昔食谱页出来了。在这一页，您可以观看制作芒果豆奶昔的视频，您可以看到这个食谱的材料、配料、提示、其他和制作步骤。您也可以把这个食谱通过脸书、 Facebook、 微信和推特分享给其他人。如果您需要纯素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、餐间小点、饮料和汤品的建议的话，点击步骤旁边就可以了。比如早餐的建议，所有适合早餐的纯素食谱都会列在跳出的早餐页面里面。点击其中任何一张您喜欢的食谱的照片，这个食谱就会跳出。你也可以直接到膳食，点击下拉菜单里面的早餐就可以了。过渡产品列出了素肉、植物制乳制品和植物奶，它们有的是工厂直接生产的，有的是自制食谱。如果您还在对是不是吃素犹豫不决，您可以看看实话吃素页，在这里人们在告诉您他们吃素以后的亲身经历。
Vegan VV 请求所有人的帮助来缔造素食社会。在首页，您可以发给我们您喜欢的素食食谱，分享您个人的素食经历，或者推荐素食餐厅。一些小建议，比如如何加热面包的视频也在主页。为方便起见， Vegan VV 提供搜索功能，右上角和下面中间都有搜索功能，您可以把您要搜索的内容打字进去，例如植物的名字，然后回车，可以找到所有关于这种植物的信息。输入豆浆，所有豆浆的食谱出来了。输入糖尿病，可以找到所有对糖尿病有益或者有害的植物的信息，这里有111个有关糖尿病的信息。到目前为止， Vegan VV 有两种语言版，英文和中文。通过转换右上角的中英文键，您可以把任何一页从中文转到英文，或者从英文转到中文。 Vegan VV 还处于发展阶段，超过100个素食食谱已经完成摄影工作，处于编辑阶段，许多素食餐厅还在等着在 veganvv.com 上面被列出，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使他们尽快实现，所以请尽可能经常访问 veganvv.com。 感谢您。素食、素菜、蔬菜、蔬菜、水果、谷物、豆子、坚果、种子、红色、绿色、紫色、白色、黄色、亮色，脆鱼瓜在滚动着，和自行车一样在滚动着。载着我们驶向太阳，阳光照耀着我们，阳光在西红柿上跳着舞，素食者，我们是太幸运了。吃素使我们身心更加健康，让我们在家庭中其乐融融。素食让我们精力充沛地去做曾经意犹未尽的事情。当所有的人都吃素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将会多么美好。大鱼、小鱼、鱼儿们，这些鱼的命差一点就没了，还好人们把它们从市场里带出来。而且捧着它们，把它们送到了水里，
自由地回到了水中，鱼儿们才可以呼吸。江河湖海才是鱼儿们的归宿，那里有着他们的家。吃素是多么美好的事情！加入我们吧，加入我们吧，加入我们吧！大鱼、小鱼、鱼儿们，有一次，在被放回水中以后，这些鱼儿游成了圆圈，游成了心形。他们在用他们的方式说着谢谢。哦，我们听到了，那是来自他们心里面的谢谢，来自大地母亲的感谢，来自宇宙的感谢。素食在世界各地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商业机会，素食把大批的就业，一个行业接着一个行业的带到了您的身边。不管您是不是吃素了，请帮助我们，帮助全世界，请尽情分享，为世界分享您个人的素食经历，分享您喜爱的素食食谱，分享您喜爱的素食餐厅。还有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帮助把 Vegan VV 翻译成您的母语，让使用您母语的人了解素食，请到 veganvv.com 主页去查看详情。让我们一起向前迈进，迈向我们更美好的生活，迈向大地母亲更健康的生活，迈向未来。感谢大家，再见。